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相信你我都要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临，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设计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临，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心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赞美你，你是一位慈爱良善的神，主也愿你能够来使用我们，主啊，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成为可以来传扬主爱的器皿，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我们再次把一切颂赞爱戴都归给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一章三到六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刚刚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本马太福音最前面几节，这是讲到耶稣的家谱。我觉得其实是马太福音是马太神透过马太写的，但是我想假如是马太自己作主来写，应该不会这样写。我觉得假如马太跟我们，我想假如我写，我想把这个经文我来写，大概会这样写啊，我们这个经文我会这样说，这个啊，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换句话说，我会把为我们看看每一个很正常生的，就是父亲就生儿子，没有讲到母亲，但是讲到母亲大概都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短短的这四节的经文讲到四位不太光彩或者很不光彩的这些成为他们的母亲。弟兄姊妹，我提这一件事，我们看见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想或者讨论出来写出来的，而神的话就是把最真实的一面能够写出来。而我们看见这一位完美的耶稣，他的家谱却有这一段，这四节的经文可以说是不完美或者很不完美的一段的历史。特别我们在这母亲节的前夕，我想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分享这一个，其实在整个家谱里面都是讲到男的 生孩子，男的没有讲到母亲，而讲到五个，除了玛利亚之外另外四个就是在这四节经文的里面。那我们都知道这几位，其实假如按着这样的啊整个家谱来生，都没有提到母亲嘛，那就是父亲，然后他们后来生了谁，那为什么要特别把这四位这个写出来呢？那我个人在这里很深的感觉，也是很深的感动。这个感动是什么？感动所有我们人的不完美，包含女性的不完美，包含母亲的不完美，在这一位完美的耶稣的里面是被接纳的，是愿意让他们的名字可以出来的。弟兄姊妹，对于他玛士，让我们知道他这里说犹大从他玛士生，犹大在这里他玛士是谁呢？是他的，其实是他的媳妇，可以说好像记载了这里一开始讲到好像一种乱伦的情况里面仍然记载在这里面。我想拉合圣经很清楚，她是妓女，我们会把一个妓女放在我们的家谱很显著的位置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我们看见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没有隐藏。换句话说，耶稣是他整个家谱，这个家谱全部很清楚，一代一代下来包含这一些不光彩或者不完美的一些问题的这一种，都在这个家谱里面来呈现。路德是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不只是这样，我们看见
后来他们三个，他们其实都是寡妇，她的这个婆婆啊，这个是寡妇，她也成为寡妇。另外也一个，他们三个，有一些人会认为是好像被这三个女人是克夫的。也许假如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家谱里面也不会把它列在这样的一个光荣的家谱，一个完美的家谱的里面，那别示巴就更不用讲了。大卫，假如别人来写，大卫是大家他们整个以色列最尊荣的一个国王，但是应该假如普通，假如他们讨论出来，历史家决定应该是大卫生所罗门。为什么要把八十八好像这个情况这个污点特别也放在耶稣这个家谱或者是大卫的这个里面？因为圣经是真的神的话，把最真实的呈现出来，包含耶稣的家谱。那我提这件事，就是我们感谢神，特别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我们一起，我们尊荣每一位姊妹，我们尊荣每一位妻子，尊荣每一位母亲，甚至在我们过去的生命中间，其实不只是姊妹，包含我们弟兄，我们都有一段的岁月是被蝗虫所吞吃的，好像在我们生命中间有很多不光彩，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不能见人的，甚至不能提出来的，怎么会写在圣经上面？但是感谢神，神在我们生命中间一切所有被这吞吃的岁月，所有这些不完美，都能够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阿们。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间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的不光彩，但是我们感谢神，在神的眼中，神要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不完美进入完美。阿们。让我们从失败进入得胜，让我们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弟兄姊妹，在我们，我不知道特别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些姊妹，或者有一些妻子，有一些妈妈，你觉得你在你的生命中间有很多好像是不堪回首，但是弟兄姊妹，特别在这母亲节的前夕，我要跟大家说，神的爱没有改变，神对你的拣选跟命定不会因为我们过去生命的一切的不光彩夺去我们的命定。我想我很喜欢，所以过去一段时间很喜欢 Good TV 里面的这位姊妹的讲员，就是乔伊斯麦尔。他的人生命的岁月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父亲的暴力性暴力的里面被强暴，被母亲遗弃，后来他结婚了五年的时间，也是被丈夫，后来他们不能，只好分开。但是感谢神，这样的生命，他也多次在他讲道里面提到他这些事情。但是这些被蝗虫所吞吃的岁月，当我们再一次，当我们回到神面前，当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宝血赦免我们，洗净我们，而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入神荣耀的身份跟命定。阿们。弟兄姊妹，我也想，我们也看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我们看见特别走那一条路，一般犹太人不走的，然后到那个撒玛利亚，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去对他
对这一位不光彩的一个女性撒玛利亚妇人，她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她在一起的男的不是丈夫，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她身上，而她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被神大大使用。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我不知道，特别在电视机面前，可能在你的生命中间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想起来讲起来好像不堪回首的事，但是感谢神，在前几天我到我们一个分堂，西海岸的一个分堂，那个师母跟我说，他为一个祷告，这个那个姊妹，她以前是在黑暗的权势的里面，会开天眼，会看见很多人看不见的东西。她透过什么？就是透过做那个给死的人那个纸的车子、纸的房屋，靠那个来赚钱。但是当那个师母为她祷告的时候，他整个天眼就关掉了，过去好像再怎么要关不掉的，关掉，他的生命改变，他在教会里面忠心来侍奉。那一天我去讲到，他带另外一个姊妹，那个姊妹是他们以前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邪灵的一些或者异教中间的，然后祷告的时候，那个新来的，他的手扳机手突然可以松开了。弟兄姊妹，我提这个， 我知道很多很多不可能、弟兄也好，姊妹也好，我们是蝗虫吞吃的岁月，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而且我们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可以成为神 手上可以重用的他的仆人跟他的使女，求主来恩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亲爱的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在你的怜悯跟恩典跟拣选中，主在你的怜悯跟恩典跟拣选中，我们知道你没有排斥所有这一些失败。我们知道你没有排斥所有这些失败，软弱受压制，软弱受压制，甚至残破不堪的妇女，甚至残破不堪的妇女。主啊，你让这五位母亲，主啊，你让这五位母亲，除了玛利亚之外，除了玛利亚之外，他们都有过去，他们都有过去，好像是很不完美的历史。好像是很不完美的历史，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你让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生命，你让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生命，能够因着主你的恩典跟怜悯，能够因着主你的恩典跟怜悯，让我们能够进入你完美的历史中，让我们能够进入你完美的历史中。主我们更感谢你，主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所有这些不完美的生命，让我们所有这些不完美的生命，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特别能够不但是在救主耶稣的家谱上面，特别能够不但是在救主耶稣的家谱上面，更能够在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恩典中，更能够在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恩典中，让我们有希望，让我们有希望，让我们蒙拯救，让我们蒙拯救，让我们被医治，让我们被医治。所以主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所以主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恳求主你来怜悯，恳求主你来怜悯，继续来工作，继续来工作。所有这些受伤受压制的姊妹，所有这些受伤受压制的姐妹，能够在你的里面看见希望，能够在你的里面看见希望。主感谢你，主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来，好不好？我们来尊荣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其实他是蒙尊荣大恩，蒙大恩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祝福。
主啊，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为玛利亚，哦，主啊，他给我们留下生命的榜样，我们献上感谢。他真的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哦，主啊，但愿他的榜样，他的生命成为，哦，主啊，我们所效法的。主，我们赞美你，感谢祷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见从人不完美的历史中，你分别了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主啊，因着你的恩典和拣选，并生出了我们的救恩，是完美的，是全备的救恩。谢谢主，使我们看见这个典范，玛利亚是蒙了大恩的女子，是被拣选、被尊荣的。主啊，愿这样的福分也临到每一位姊妹、每一位母亲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为耶稣家谱中间所有这些不完美。我们来赞美神，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来到人面前，谢谢你。哦，主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完美。哦，主啊，主啊，但是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谢谢耶稣。哦，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我们可以在你的意思，可以进入你的意思。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为耶稣家谱不中的不完美，主，我们来献上感谢，也看见这些耶稣的祝福当中不完美的人如何在神的手中，神如何从他们过去的失败软弱当中把他们翻转过来，主啊，能够进入到神的完美的里面。主，求神你今天把这个恩典也放在我们的主啊家人的身上，我们的族谱的身上，我们也相信你要来翻转我们，从不完美到完美，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被神所使用的神迹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想到你在教会历史中间所重用那些受摧残的女性，主，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仰望来你现在，哦，主，大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特别每一位姊妹、每一位母亲身上。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